阿嬷的专场，爸是又在做特价，一盒390，平均一颗48元。美美双重奏，新鲜的莓果加乳酪，玫瑰生小颗粒，它里面有香蕉，是柠檬乳酪，这个是新鲜的柠檬下去做的，抹茶红豆。这个是静冈的抹茶，这四款的口味味道很分明，蓝莓乳酪果汁含量高，抹茶很浓厚，柠檬乳酪很清香，生巧克力里面的香蕉加得太好了。阿嬷的乳酪蛋糕6寸280，黄金比例中乳酪蛋糕，这样子才280，也口感很像温度刚好的冰淇淋，但是非常的绵密。而且香浓。